从美军琉球基地运抵至金门，曾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、越战及韩战，在823炮战中一战成名，以炮而红。835炮口径为20.3公分，炮管长5公尺，炮弹重91公斤，整门炮重约为14公吨，最大射程为16800公尺，炮弹爆炸半径范围约80公尺，本门炮最大射速为每分钟1发。持续射速为2分钟1发，主要射向为金门的东北海面、涵盖大陆地区的回头、金井、潘靖、塔头、东石港、白沙河口等地，实施海上射击以及反炮战。最后为大家介绍班支编程，炮班满编为16员，因左右两边大架已经固定，因此简编制8员即可操作。待会炮长会下达口令，由4名炮手将炮弹搬运至炮山处，2名炮手将炮弹推入炮膛内，上方2名炮手负责调整角度以及射击方向。那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请欣赏炮操演练。后方观景台可参观上下楼梯，请注意安全，谢谢。